心里的风雨也无处逃避，你躲在屋檐底在叹息，漫漫的长路，重重的背负，容不得你想停下脚步，心也疲倦了，只能坚持向前啊，期盼着有个人来遮雨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万一问题解决不了的话，四合院会被拍卖的，收不回来怎么办？那怎么行啊？这可不行，四合院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遗产，要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在我们这代人手里给毁了。干脆我把公司卖掉，把四合院给收回来得了。哎，这也不是个办法，你要这样的话，那你的公司和事业不就全完了吗？哎呀，实在不行的话，那就只有由大酒店出资，先把典当行的本金和利息全部还清，以免后患了。这倒是一个办法，但这样的话，张家大酒店损失就大了。这事儿不行，我绝对不同意。如果这么做的话，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，我怎么能占这么一个大便宜呢？哎，德明，我记得你上次跟我提过，汽车出租行业目前的前景和市场都不错，你想扩大规模，对吧？姐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倒有个想法。由你出资收购我的出租公司，你作为大股东采取兼并的方式绝对控股。这个方法它比较合理，我看行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采取合作的办法倒是可行的，那我们大酒店出的资就算是股东投资了。其实我目前这个行业如果扩大经营的话，比大酒店的利润要高一些。其实我根本就不在乎利益啊、股权什么的，我觉得咱们大家在一起把这个事业搞起来，和和睦睦的，比什么都强。不过现在当务之急啊，还是得想办法赶紧找到倩倩，她还怀着孕呢，我真的挺担心的。再找找吧，实在不行，要不咱们就报警，或者登寻人启事。只能这样。强子，都已经九年了，你在另外一个地方过得好不好？妈妈现在去找你了。
你们有伴儿啊。还好，我们那时候有了四个孩子。让我现在不会那么孤单。哎，干嘛呀？你吓我一跳！你哪吓一跳啊？没看见你跳起来吗？我都快烦死了，你还开玩笑！哎，别烦别烦啊，没事的。但没吓到吗？怎么没事啊？你倒是要听我的，不要生这么多。现在哪需要受这么多罪？就你，非听老人言，不生儿子不收兵。兰兰，你不是常说我是你的天，孩子呢是爱情的结果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没有计划生育的话，我原本是准备生十个八个的，最好是能够凑够一打，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幸福。你看，现在孩子念书要花钱，老太太又长期有病。小四又得了关节炎，加大了开销，就咱这点工资，以后怎么办呀？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啊，我给小四又抓了减速药。来了，等以后啊，孩子们长大了，参加了工作，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说的好听，那个时候我们都老了。老了怕什么呀？我们不是在小河边都发过誓，我们的爱情坚如磐石。等你老了，我就是你的拐棍，你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。你就会甜言蜜语。药药糊了。箱子，可是我还是好想你，我好想你。妈，奶奶的身份证还有死亡证明、户口本都得带啊，要不然人家不给销户的。没什么，我在找东西呢。没事吧？没事。那咱走吧。哎，怎么没看见呢？一直都在这儿的。什么呀？妞妞，你有没有看到咱们四合院的房产证啊？妈，您这会儿找他干嘛呀？咱们先去办事儿吧，回来再说呗。哎，不行，必须找，必须找。哦，哎，行了，妈，你要再晚点去，人家关门了，咱们赶紧先去办事儿吧，回来再找也来得及啊。这四合院的房产证，是你奶奶跟你爸爸留下来的，绝对不能弄丢。你奶奶销户口早晚不急，这房产证万一丢了那还了得，你赶紧帮我找一找啊。妈，您是不是记错了呀？是不是放到别的地儿了呀？哎，有没有放在大酒店那边？不可能啊，家里的证件我从来没有往酒店里拿，多少年了都放在这个盒子里，没有乱过，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了房产证。万一真丢了，我怎么跟你奶奶和你爸交代呀？别着急，我帮您一块找吧。哎，你打电话给陈文，看他看到了没有？哦。喂，文文，妈让问你，有没有看到四合院的房产证啊？没有啊，我从来没用过，告诉他我没看见啊。行，没事儿，他说没看见。
你打给倩倩，看她手机开机了没有。啊，行。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。妈，她手机没开机。我怎么有种不好的感觉？这八成是倩倩。前一阵子，她住过这个房间的。我看八成是他拿的，他到底想要干嘛呀？他想要把我给气死是吗？怎么办呢？哎，对了，妈，上次我记得我给我养父母买房子的时候，我好像用过房产证。你拿它干嘛？我拿它去开个证明，可是后来我放哪儿？你赶快把它拿回来吧，这东西只能我保管，不能出差错的。你到底放哪儿了？啊，我好像放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了。哎，对对，就放那儿了。怎么这么迷糊啊？你是要把我给急死是吗？事儿太多了，忘了。妈，您别着急了，这不找着了吗？我尽快拿回来还给你啊。你放心，没事了。赶紧走吧，来不及了，真来不及了。走吧，妈，来来来。走吧。倩倩，进来吧。赵阿姨。倩倩，我看你晚上没做饭，我给你煮了碗面，卧了个蛋，你趁热吃了吧，啊。张阿姨，我不饿，我如果饿了的话，我自己吃点面包就好了。哎呦，那哪成啊，你现在是怀孕期间，就需要营养的时候，你这么糊弄，对你的身体和孩子都没好处，趁热吃了吧。谢谢张阿姨。来来，您坐一会儿。哎，我看你一个人总是坐立不安的，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啊？你怎么也不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别让他们担心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没什么事儿。周阿姨，你女儿不在家，你想她吗？哎呀，这自己身上掉的肉能不想吗？这俗话说，儿行千里母担忧。每到了周末，我就盼呀盼呀盼他们回来，可他们一回来，我就忙啊忙啊，忙着给他们改善生活，忙着洗衣做饭，忙着看小外孙，累的呀，我这是腰酸背痛，晚上也睡不着觉，可这心里就是高兴。哎，他们这一走了，这整个院里啊，又剩下我一个人了，空落落的，寂寞无聊，心里还真不舒服。周阿姨，以后我就给你做伴儿，我们互相照顾。那好啊。你看你这条件也挺好的，而且价格我也能接受，我以后就常住这儿了。好啊，我往外租房啊，不全是为了钱，我就想找一个合适的人，住着有个伴儿。周阿姨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以后就把我当成你女儿吧。哎，那可真是。你要是不嫌弃阿姨啊，阿姨以后啊可以帮你哄孩子呢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那你是我姑娘吧？嗯。听我的吗？嗯。把面条吃了。你要是不饿，这肚里的小宝宝还饿呢。行。来。妞妞啊，那房产证找到了没有啊？哎呦妈，这几天事儿太多，我给忙忘了。这样，等我找着了，我就拿回去交给你啊。哎，你今天退明天，明天退后天，都几天过去了，我怎么老觉得你在躲着我呀？我躲你干嘛呀？你老实跟我说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您放心吧，东西再也丢不了。放什么心呢？我就是不放心。你等等啊，我待会儿去你办公室。别别别，妈，我今天真的挺忙的。这样，我找着了以后，我马上给你打电话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哎，哎，阿姨。哎，你出差回来了？啊，我刚下火车。
哦，都是当地特产，纸皮核桃、核电大枣，那边羊毛山之类也不错，买了两件，妞妞用一人一件。哎，你这么麻烦干什么呀？买这么多东西，花这么多钱，这死沉死沉的，提着又不方便。我是大小伙子，这东西不算沉。妞妞知道你回来了吗？她没在家。啊，是啊，我正好要去酒店找她有事，你如果没事的话，跟我一块儿去，晚上啊一块儿吃饭。 给你接风洗尘，好，那我东西先放放啊，你等会儿。哎，搁桌上就行了啊。哎，奇怪了，怎么就找不着了呢？哎呀，这段时间是不是都太忙了，都忙晕了？哎，行了，妈，反正啊，东西在我这儿丢也丢不了，哪天我找着了，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，好吗？不行不行，这些天呢。 我老是心里不踏实，一定得找到。这什么呀？这是新房的购房手续和发票啊。妞妞，你干什么呀？ 你怎么买了三套啊？你是瞒着我，给自己买了两套房。不是妈，我可明白了，难怪房产证一直找不到。你把房产证抵押出去，买了这些房子是吗？你怎么能这么做呀？阿姨，您别激动，妞妞不是那样的人，您冤枉她了。我冤枉她什么呀？证据在这儿，你看这发票没有？我还能怎么想啊？ 妞妞啊，你一口气买三套房不是小事啊！你跟谁商量了啊？你弟弟妹妹还没成家呢，你就自作主张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吗？阿姨，这三套房跟那个房产证它是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您误解他了。我误解什么呀？证据在这儿。好，现在房产证没了，妞妞，你叫我以后怎么跟你爸爸、跟你奶奶交代？行了，妈。 你都没听我解释，我买这三套房，我想听你胡说八道了。难怪房产证我找了几天找不到，我真的对你失望了。啊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了，但有一点我跟你保证，四合院的房产证我一定会拿回来还给你的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工地上那边啊，哎呦，兰兰你怎么来了？爸，您来的正好。 我妈呀，她就认定了我拿四合院的房产证抵押贷款买了那三套房，这房子是您赔我一块去买的，麻烦您跟她解释一下吧。兰兰，咱妞妞可是个好闺女啊，这事儿可不能冤枉她呀。房产证，仔细找找，一定能够找到的啊。大哥，你不要再帮她说话了，购房发票我都看到了。 房产证也没了，你说这事儿我还能怎么想呢？哎呀，这事儿啊，我来跟你解释啊。哎呀妈呀，你这还喝呢？你先空着个肚子，别喝了。行啊。不是我这一喝酒你就唠叨，你能不能少说几句？ 我少说啥呀？你老这么喝，得把肝那个喝出毛病。堵啥我也得说呀。电视说了，那好多肝病都是因为喝酒喝出来的，你知道不？我发现你进城之后，你这毛病多了，啥肝呀、啊、是啊？那可不。我的肝好着呢，跟喝酒没关系，你想想我心里烦着呢，别老。烦啥？出啥事儿了？哎呀妈呀，你赶紧告诉我呀！坐。 还不是妞妞的事儿，妞妞咋了？出啥事儿了？还妞妞咋了？一下就买了三套房子，啊，自己一套都没有。为这事儿，陈兰还误会了，跟妞妞是大吵一场。为啥呀？还为啥呢？陈兰非得说妞妞把四合院的房产证拿出去做抵押了。哎，那办这些手续的时候，你不都是跟她在一起吗？是在一起啊。 那你把这些事儿你给陈兰说清楚啊！你咋能让妞妞受这个冤枉气啊？我发现 你, 你,
这脑子呀，妞妞找房产证来着，找了半天呢她找不着。我问她，我说到底咋回事，这孩子好像有话要说可是又不说，我就琢磨着怪啊。那房产证那放哪儿了？春兰跟我说房产证就放在倩倩住过那个房子的抽屉里边。嗯，所以我就琢磨，你说这房产证会不会跟倩倩有关系？有道理，有道理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看这倩倩啊，她这老长时间都没见着面了，你看结婚呐那件事情啊，她是受了点惊吓，这不问题都解决了吗？关键是啊，办后事的时候她作为亲孙女她都没露面。哎，这真不好说。哎，你不管怎么着，你呀得跟妞妞好好聊聊，问问到底怎么回事，可不能让妞妞受委屈啊。谁说不是呢？妞妞一受委屈我这心里都难过，我都想哭。所以这有好人有时候办好事未必被人理解。哎，不不，好心好人还是会有好报的啊。行了行了，你这别喝了，叫我把这杯喝了。你别、哎、我觉得好难过呀，心里觉得很累很累，有好多话想说可是说不出来，我有点绷不住了。傻姑娘，你能不能想开点？长兄如父，长姐如母，你是长姐，咱们一起用8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奇迹，小厮能站起来，这就是种幸福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他还没考上大学，离目标还有半年的时间，我要更加努力。你能不能别想那么多，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好不好？嗯，我看你真的太累了，来咱们坐会儿。今天这事儿呢也别怪你妈，她年纪大了事儿多，你多理解理解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我就是觉得挺难的，做什么都挺难，下一步都不知道该怎么走。像前一段倩倩结婚的时候闹得家里乱七八糟的，因为这事儿奶奶也不在了，再加上现在四合院的房产证也赎不回来，我帮他们扛下了所有的事儿，我承担了所有的压力和责任，可是谁能理解我呢？我能理解你，相信我，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。你也知道我好心买了3套房，一套是给我养父母的，我想到燕子马上就要到附近上大学了，他们生活能便利一些；一套是给陈文的，我想他年纪也不小了，迟早是要跟王忠结婚的，但是总得有个自己的窝，不能跟大家挤在一起吧。还有倩倩，不管她心里对我有多大的成见，可她毕竟是我妹妹。可是我妈，她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？她为什么要那样想我呢？她居然认为我会把四合院的房产证拿去抵押贷款，我为什么呀这么做呀？我这样做是图什么呀？我做了那么多都是为了我们家人。可是没有人能理解我，
我觉得特别心安。真的，我特别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。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累，特别特别的。我知道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，承担那么大的责任，却受那么多委屈，我真的很心疼你。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支持你，保护你。相信我，办法一定比困难多，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的。没事，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不哭了。急死我吧！今天啊，我真是有个事儿。咱们得设一个这个剧组的临时账号。我今天呢也把那个概算带回来啊，一会儿呢咱吃完饭我就把它给你们，你们回去好好看一看。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呢，你们就争取把资金赶紧打过去。咱们呢一定要专款专用。这个我呢走马上任了，一定要履行这个制片人的责任，是不是？但如果不行的话，你说很多事儿我都不方便，你知道。我觉得，在账户没有开设之前，由公司来支出，这样可以吧？我跟你说，咱不往大了说啊，咱就说小的。你说我跟这个导演喝个咖啡，你说跟主演吃个小饭，对不对？不太方便。剧组筹备的时候，打印费、食宿、加油啊、通讯啊，你看这些问题很麻烦，不好处理。那这么看来，这件事情还是挺重要的。可是立项还没有下来，这样好吗？怎么不好呀？这很多剧组都是这么干的。当然了，也不用那么着急。我想呢，春节以后啊，咱们再办也不晚。咱们把筹备建立起来啊，咱们招兵买马，咱们就操作起来。杨老师，嗯，你说的这些，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。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们的工作进度啊，实在太慢了。你看啊，到现在，导演、主演没定，立项没批，现在就想往账户打款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呀？哎呀，你们三位呀，别老是谈工作行不行？哎，东西都没怎么吃，尤其是这两位老总，
吃东西吧，啊，菜都凉了。吃吃吃吃吃。没事儿，我们不饿，你们吃吧。你说这么多菜，你说不吃多浪费啊！我这个人啊，是最反对浪费的，点了就一定要吃掉，不吃可惜了。哎，你看这四喜丸子，你咱一人一个啊！来来来来，我给你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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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别别，啊，自己来自己来，自己来，好好好，啊，我来一个，哎，吃吃吃吃。杨老师，您是不是这几天没吃饭啊？嗯，看你饿的这样。哎呀，看你啊，没出息啊！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就是牙不好。这是我敬你第三杯，我既表示感谢，我也表示道歉。通过和你这一段相处，我觉得真的是我好老乡，好大哥，你是我亲姐夫，我干了。自从我和倩倩办喜事到现在，再到这次还贷款的事儿，你给我费了不少心。虽然你没比我大几岁，但是你的为人处事的确让我佩服。行了，邓明，这句话就别说了。有什么事儿，直接跟我说。好，那我直说了。最近以来，无论是工作还是感情上，我都特别的不顺。我今天给你正式赔个不是，我给你道个歉。哥，我干了。什么道歉不道歉的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直说行不行？做人一定要讲良心。再说了，这次你跟妞妞姐为我们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这事我一定得说。哥，你不喝酒，你多吃点东西。我再敬你了。行了，邓明。行。你不说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是真心喜欢倩倩，还是在利用她？是，倩倩毛病多，可她毛病再多，问题再大，她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。你口口声声跟我说，你会好好爱她，会好好照顾她，可我看到的是什么？她离家出走这么几天，你在这喝闷酒，啊？她去哪儿了？你找她了吗？找的结果是什么？你就是这样当她男人是不是？哥。我这几天我什么都没干，我把我所有工作全都放下来了，我到处的找的，我都快疯了。我就没吃过一顿热饭，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我本来想报警的，可我又怕影响不好。我知道全家人都替他担心，可最担心的人就是我。因为我是他的男人，他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呢。行了，别哭了。来，一个大男人在那哭什么哭？你以为就你有压力？谁没有压力？因为你们结婚，奶奶没了，全家人承受多大悲痛啊！你们贷款，把房产证抵出去，妞妞帮你们还贷。
为了帮你们改善住房条件，妞妞帮你们在望京买套房，她承受多大压力，受多少委屈，多少误解。行了行行了，不跟你说这些。哥，是我渐渐对不住你了，以后我做牛做马，我都要报答你。我今天来，哥，我找你俩事儿。第一个事儿是倩倩找不到了，我心里难受。还有第二件事，我要让牛牛赶紧把那房产证赎回来。我特别怕这事儿被阿姨知道，我知道张家现在不能再发生任何事儿了。你好，我想取1000块钱。好。你在这个位置签一下字。哦，好。您稍等。来，这是1000块钱，您当面点清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哎呀，这件事儿按照规定应该是张倩小姐亲自来处理的，可是既然李总您亲自来了，那这个面子我们肯定还是要给的啊。不过李总啊，这几个月的利息按照规定我们可是得照收不误啊。石总您别客气，这是应该收的，你们计算一下吧，看一共有多少利息，我把支票带过来了，我们连本带利全部还清。痛快。张家大酒店日进斗金，财大气粗，那您拔根汗毛下来比我们腰还粗。李总本人啊也绝对是名不虚传啊，说话爽快，办事利落，那真是女中豪杰，让人佩服啊。石总过奖了，那咱们双方办下手续吧。好。不过李总，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咱们还是可以继续合作嘛，啊，小崔，把这笔借款的所有手续都拿来，另外呢，把利息也一定要算好。收到支票之后，给李总开张发票，办好之后拿给我签字。谢谢你。那个兰兰，我倒建议啊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到卖婴儿用品那边去转转去？用不了几个月，见你一生孩子，你这辈分就升级了，你当姥姥了。妈，你一提到倩倩我就来气，我不知道哪辈子欠了她的。你看，她这回来多少天了？啊，奶奶没了，她面都不露，这还像个人吗？真是太没有人情味了，太不像话了，她根本就是个畜生。你说这话我不爱听啊。你是她妈，那倩倩做的不好，你没责任？说明你没教育好啊！再说了啊，倩倩做的不好，她生的孩子是无辜的呀，跟孩子有什么关系？我说过了，我发过誓，我跟她断绝母女关系，我再也不想见到她。你做不到，我告诉你，你做不到。我确实是这样想的。不信咱们就走着瞧。我跟你说啊，当初你和强子在那搞对象的时候，你爸死活不同意，你爸也这么说的，一个字都不带差的。他多犟的一个人呢，现在怎么样？你看你爸现在怎么样啊？对你那四个孩子，哪个不疼，哪个不爱，哪个不亲，哪个不惦记？当然了，有时候那孩子做的不好，我也生气，我也吼他们，我也批评他们，骂他们，甚至有时候我都想打他们。可过后怎么了？我还照样疼，照样爱，照样的惦记吗？你知道为啥？你现在都体会不到，因为你太年轻。嗯。我现在可是体会到了，隔辈人亲得很，这人老了就是贱。这两天，我其实也纳闷，我心里一直打鼓，老想着，倩倩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，
我问了牛妞和宋超，确实把他从公安局接回来给送回家了。可这一晃都好几天过去了，他面也不见，连个电话都没有。哟，我也觉得很奇怪啊。上一回我找四合院的房产证，我看见牛妞的表情，我就觉得不对劲儿，老觉得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似的。我这心里不踏实，晚上睡不着，我就胡思乱想。我老担心着这个倩倩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那你为什么不主动给她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啊？她心里没有我，我才不给她打呢。这就是你的不对，你还当妈的呢。我告诉你，这样下去就要耽误事儿。糊涂，真糊涂。哎呦，真够可以的。坏了！哎呀，坏了，坏了！倩倩，哎呀，还逛啥呀？快点走吧！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。这片海暖暖的。